本期讲解一个外贸跨境电商全网推广之 Facebook 啊广告投放基础课程。课程内容包括这个账号如何开通啊，基本界面与创建广告系列，广告组的设置方法与技巧，如何创建第一条广告，如何管理广告的这个工具，以及这个最新 Facebook 广告投放教程综合版啊，教你如何做好这一个投入产出比，这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。一共是6节视频课程，讲得非常详细啊，非常基础啊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 Facebook 广告投放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